女神万岁，帮你解决大小事，让你青春美丽。天啊，老师，你看我脸上到什么时候长出这些斑呢？还好啦，我看一下这个，可能是你熬夜啦，晒太阳太多啦，生理内分泌失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按手上一个穴位来做一个改善，可以让它变淡一点吗？应该没有问题哦。那你平常有偏头痛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按这个穴位。以前这个穴位呢叫做四凤，就是经脉奇穴，在中指旁边，在无名指这里哦，这个点叫做肝点，你可以这样子揉按看看。那我们也可以用呢耳窦贴来增强刺激。用耳窦贴呢，就是把王不留行指放在这个上面，这样去按摩它，早中晚各揉100下，然后两手都按，酸酸的，有感觉。哎，老师，是。那我在斑点还没有形成之前，这样子按可以预防吗？可以啊，而且呢，平常要注意啊，就是要防晒，还有呢，生活作息要正常，不要熬夜。当然压力也不要太大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很快呢预防这些斑的产生。了解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